好，今天就是我的 vlog 之昆明 City Walk。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昆明翠湖公园，大家跟我来。我现在就是等了我的两位朋友，一个就是中国的，一个就是越南的啊，他们是现在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了云南大学。我们看到的是泽清堂。接下来我们走到了文学院的办公区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呀？我们去云南大学图书馆。好呢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这个就是云南大学的图书馆，图书馆对面的话就是科学馆，会在这里经常办讲座论坛。然后往这个方向的话是庆来堂，他选择的是我国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名字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呀？你猜啊。接下来我们去文化巷。好呢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我们刚刚在那家店买来了叫米苏，尝一尝吧。好好吃啊。我们上午去了云南大学，然后 City Walk 了文岭街、文化巷，然后我来到了铁皮路，看到了这家小店，大家跟我来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衣服，我选了一件很中意的绿色旗袍。这边有很多款式新颖的首饰耳环，我选了其中一对银色耳环，感觉很像旗袍。我走进店里，环绕一周，发现这家小店可谓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是一家集美容美发、美甲、化妆的独具特色的店，实在令我很惊喜，我很喜欢。老板娘姐姐开始帮我做了美甲，半个小时之后美甲顺利做好了。我将换上美美的旗袍，请大家看我精彩大变身。我相信这家小店能给每个女生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幸福。今天的 vlog 就是在这里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